放学下了一场大雨，第八单元知识通关现在开始了， Ready Go。 第一题选择正确读音，裂开炎热奔腾。第二题看拼音写词语，遇到不会写的字了，就这个是吧？哦，不，底下不是鼓，哦，也不是那个鼓，哦。第三题组词，这个字是来送分的吗？这还能等。第四题写近义词，可惜。最后一题了，帮我检查一下吧。好嘞，来，哇，第一题全对，第二题样式是这个事情的事吗？这个全对，全对，全对。啊，不是，就刚才这里错了一个字，扣一分。你这什么时候补上了？自己补。慢慢。应该是什么？徐徐。对吗？徐徐的徐不会死。双人旁加一个鱼字。夜黑倦鱼灯还是？现鱼灯。还是月黑现鱼灯？最后面最好有一个道理。来，我来。听早上，终于开空调了，真舒服呀！